月了。嗯，一二三，有几个月了吧？一二三的啊，有四个月了，是吗？上次在偶类直播间见面是四个月之前，我说四个月吧。对，你看嘛，就是四个月，四个月这个没有跟大家见面。当然，今天我觉得要让嘉伦好好跟大家在直播间分享好物。但是还是这句话，很多人想问问嘉伦，这个年过得怎么样？啊。年过得还行，是不是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子啊？这个用希望点亮了爱，唱吧跳吧，你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其实过年就是三十之前，包括三十那天，不都在都在准备春晚，都在吃央视套餐。对，我那个盒饭真的太好吃了啊！这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吃过所有盒饭里，真的是。嗯，是这个很厉害的 YYDS 对对 对, 对、啊、好。然后年怎么过的？然后我春晚参加完了，我就回家了嘛。我就回家了，休息了。对，请了几天假，好好的休息了休息。哦。然后也是让自己更加储备一些能量，然后重新的投入工作吧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在家里其实就是完全的休息。完全的休息。嗯，就是睡觉、吃，也跑步、啊。也跑步、啊就是。然后跟好朋友去这个去合影留念。